双宋大欢送重击网也爆泪，全场掌声如雷送重击。和宋慧乔的世纪婚礼今31在首尔新罗饭店举行，婚礼预计于台湾时间下午3点开始，不过因为宾客进场的较晚，婚礼延迟20分钟才开始。宋慧乔穿露肩婚纱现身，宋仲基牵着她缓缓走入会场，她念着誓词告白时感动到哽咽爆泪，还拿出手帕拭泪。宋爸爸在台下也频频以手帕擦眼睛。轮到宋慧乔致辞时，宋仲基双眼紧盯另一半，模样相当深情。观礼嘉宾包括朴宝剑、Running Man 成员金钟国、哈哈，见到双宋互相深情倾诉诗词，全场响起掌声，气氛感人又温馨。